世界辛丑年九九法会开示文。各位维新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理监事代表啊，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理监事代表啊，及各单位分师道场主持法师、同修代表啊，今日今时，辛丑年九月一号啊，是我们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九十九天的盛会啊，已经二十四坛了，绕了一圈了，云走法界啊，这二十四天来啊，两岸三族儿女啊，存不住气啊，一直在挑衅。这个已经伤害了海峡两岸兄弟的情。这些祖祖孙孙的行为、行动、举止，对列祖列宗是非常不孝的。所以，啊，列祖列宗诸祖灵魂，啊，你们在空界要来啊台湾参加盛会啊，我们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台湾维新世教和平促进会，由理事长圆吾法师代表混莲禅师，代表诸天圣神啊的领导啊，我们的理监事代表以及祭祖总会理监事代表，各分支道场啊代表回来禅机山仙佛寺香花情、香花营、恭迎圣驾，然后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他带领诵经法师啊供养经宝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的经宝功德来回向啊，今天已经是九月一日了，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圣事诵经
法师啊，增加到七位，大家集合功德啊，来供养经宝，消灾化解。尤其我们这一堂的法会招请了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蜀尊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蜀君民怨灵，都一一的依照法仪香花请香花迎进入坛城。而我们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坛城，而每天都供养三餐丰盛的人间美食，供养诸灵，所以我一直在期盼着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本愿，也是众生的众愿，也是历史5000年来恩怨情仇到此画下休止符。这么殊胜的法会啊，我们也一一的恭受各姓氏堂上祖先诸祖灵年位，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年位，往生未满1年菩萨的年位，构福堂中地西祖籍无缘住宿英灵诸年位，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山河西涧烟灰软洞诸灵的年位，一律平等的供养。所以今天已经是9月1日了，我们祈愿上天的大慈大悲，祈愿开天九大菩萨啊，光降坛城，加持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皆得心开意解，解冤释结，来共享未来千秋万世的和谐和和平。这是人性的尊严，阳界的和谐平安
啊，灵魂界的和谐平安，这样才绵阳两界同关照啊，同享和平的美食和圣果。尤其最重要就是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本家，这个才是解脱之道。今天已经是第24坛了，也是9月1日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和祈愿的心，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祈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啊，各位维新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李建士代表，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建士代表，及当下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圆堂法师及各位法师及所有的先世同修代表，阿弥陀佛。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啊，这是我们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九九法会啊，由维新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吾法师、秘书长杨清和秘书长啊，代表率领李建士代表同修，香花请香花迎，奉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至日本徐福真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出游啊，北移韩国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和会众等。啊，一一的以香花请、香花迎、奉请列祖列宗朱祖灵啊，进入坛城静心受纳供养。尤其也接受
共赴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往生未满一年的菩萨，及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地基祖灵、国会众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一一进入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受纳祭拜和供养，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宗禅师带领的幻变诵经法师，恭送王禅老祖那三十三经来供养，来会灵山，会佛，会祖灵大家能够心开意解接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是为本愿。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天命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扬两界同关照。所有四十八大愿已经完成了，四十八大愿才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相辉映。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明。所以今天我们法会已经进入二十五坛，由基隆道场贤士同修护坛，一口吞进千江水，万法维新在当前。所以九九法会的殊胜因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理解，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阐述完毕。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二十五天了，第二十五坛已经进入灵山会，会佛，会菩萨，会祖灵，唯愿名扬两界，心开意解本着同心同德同关照，这样天下太平，人间净土将成立在进入维新净土、蓝天净土，都是我们所有在座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祖灵的最终目的我们祝愿今天我们的法会将进入佛说大阿弥陀经，这是灵山会济的最高境界，我愿大家满愿，大家成佛去吧，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
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代表，维新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建士代表，啊，及当下维新正教心灵道场东港教寺啊，六甲教寺及所有维新正教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日今时，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九九法会，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大法会已经第26坛，26的真实意。是名扬两界，色空不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是道，佛法的真禅。啊，大宇宙调和的法则，色空不二，尤其名扬两界它的真理也都在色空不二。色界就是现象世界，空界思想意识界，所以我们在当下谨遵天的法旨深谈，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理事长圆吾法师代表啊带领所有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及李建士代表，香花请，香花迎，恭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啊，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蜀亲民彦龄，都已经回在自己的天上界，即是空界。啊，在人生还没往生以前，都是叫色界。在色界的恩怨情仇，永远扯不清。那么回到空界，也是永远扯不清，啊，才会有
古德圣人佛开示了经宝，而借由修行者生活与供养，将经文一一的来奉送供养给是空界的灵魂朱建灵。尤其我们辛丑年的法会坛上特别设立了构福堂上祖先朱祖灵，各位的个人礼节冤亲债主，往生未满一年的诸菩萨们，啊，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及地基祖灵，山河西西涧陆海空三界万灵众等，啊，都以一一来到檀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